现在酒醉赛车已经罚较重了，啊，不过照常嘛是有人啉烧酒醉赛车呢。这是这台南新营有一个查甫人啉烧酒赛车，弄死一个过大路的这妇人，结果这个人绕跑半点钟了，还佫家己在报案，讲这车酒后朋友开发生车祸。第十九线新营路段礼拜下午发生死亡车祸，公路顶端是四个拢是火车，轰隆的妇人当场无生命现象。破碎的砖卡发生这严重的车祸，在地方上引起议论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原来又果是饮酒发生的车祸，而且弄人的这位姓黄的驾驶，第一时间不但无报警求救，开车逃走。八点钟了后，伊阁主动去警局报案，讲车是酒后另外一位朋友才发生车祸。肇事的时间大概是晚上七点多了，那他到本辖派出所报案时间大概是七点半。那我们厘清现场跟抽丝剥茧之后，在九点。的时候确定他的身份，在九点跟他做这个酒测，那酒测只达到0.21，他这个已经触犯刑法的公共危险罪。弄人的车辆车头拢冒起，规个玻璃拢碎高高。姓黄的查甫人，伊从抓到的时阵用手遮面，看起来正后悔。伊讲弄人了后，因为惊面对法律责任，才会逃走。实际上，按三月初一开始，酒驾先发上路，唔然罚款的上限按6万提高到9万。假使车祸共弄重伤或者是死亡，阁会吊销驾照，而且终身袂当阁再考照。警方提醒民众，千万唔通想讲有空棒，万一出车祸害人嘛害家己，就算内心后悔嘛无法度挽回。记者台南综合报道。